大家平安。咱这个课程是台湾历史啦。啊，台湾历史吼，那做一个台湾人吼，佫唔知影家己的历史吼，啊，伊要安怎爱台湾，真困难。所以吼，咱爱家己了解家己的历史。啊，我过去第一学校吼，拢无着台湾历史，吼，啊，所以以后家己去研究的。啊，研究出来了后，我写几啊分支，何惧时期为1624年开始写起，荷兰时代，啊，刷落正式王朝李显公的时代，阁刷落满清据台213，满清占台湾283年，吼、哦，啊，阁刷落日本时代，吼、哦，啊，阁刷落日本叫做奴隶，差不多、哦。即挂加起来差不多100万字啦。啊，我感觉讲，即挂物件吼，爱公开，互大家看面子。虽然我有印资在遐在卖，但是我要更加大量要给宣传出去，都用个网站。来，了解网站有无？这个抄起来哦，你都会使去看台湾历史拢面积，哦，啊内底差不多有100万字，哦，这 www.taiwanus.net/history， 好，哦，啊顶期讲这个日本军入来台湾。台北那边该欢迎，啊，台北哪会欢迎呢？因为满清的兵官兵变强盗，就来台北城来抢劫，台北城创啊乱七八糟，所以伫住喺台北的人啊，叫日军较紧入城来甲即挂强盗驱逐走，哦，啊，出台北城了后就拄着。拄着咱台湾人哦，这个下，往个德国道菜都该拼，啊拼拼，一对这个台湾人哦，讲恁这不是强国咯，强国咯是清国奴啦，清国的奴隶啦吼，啊台湾人是叫做台湾民族，哦，哦，这台湾民族，所以咱日本人尊重台湾人，甲台湾人叫做。台湾民族甲这个中国民族完全无共款。中国民族吼，咱顶回嘛有一个比例，伫中国的东北，1931年有一场的这个918事变，啊，东北3个月就去用占去，哦，啊，遐的土地是平台湾大36倍。啊，人口阁加唔知几啊十倍。那主要讲住喺中国东北哦，是台湾人的时阵哦，啊，日本兵无征兵的情况下哦，爱拍288年才占会着。啊，即结果3个月人家都去用占去啊。哦，所以台湾人哦实在是真伟大，所以叫做伟大的台湾人。哦，咱家己用真伟大的人。哦，莫看清自己。讲到一个叫甘大塞，吼、哦，因抗日，因为日本人入来个台湾吼、哦，到个台南了后，这个老永和唔多阿婆浪港，伊都化妆做老太婆啊，为港口滚浪起来都走啊，哦，啊、阿婆浪港走了后，想讲台湾都拢克征服了，但是无咧，台北。这边吼、哦、有甘大塞，哦，啊，伊有个想一个办法，提钱给你，给你买，你这挂人哦，给你买吼、哦，啊，钱袂少钱哦，拢算几亿个新台币，即马讲起来是几啊亿个新台币，给你买，啊，叫你去走路，哦，啊，就是中间一条上出名的路，就是，高湾18弯。就是讲，为新店到啊宜兰这条路吼、哦，
吼、哦，啊，就摕一堆钱啊，叫即个遐个领导者叫做陈秋菊，吼、哦，陈秋菊吼、哦，不做个清朝的官，啊，那做个清朝的官，拢诶，敢那拢一挂垃圾鬼的人的款吼、哦，啊，即挂人啊，就摕着钱啊，全好啦啊。啊，都叫千万人，都大家拢有钱通分，啊，大家拢啊来做路，啊，做路就做高安十八万，啊，这条路做好了，这个山区都无法度反抗。过去因为山区，你日本军大炮袂当进来，啊，即马大炮会当进去啊，啊，就走无路啊，好、哦。啊嘛，一堆钱和这个干大西，好、哦。但是干大西哦。哦，收到钱了，但是看到日本建材的迄个官僚作风哦，真无欢喜，都要搁起来反抗。哦，啊，伊计划在即个1898年，哦，你知1895年个台湾嘛，1897、189812月11日要再度起来，往个武装抗日。啊，但是拢有廖别啊，吼、哦、廖别啊，甲专先甲迄、那个甲日本人讲，啊，日本人都派兵先来掠这个甘大西，啊，甘大西受到董叔的帮忙，哦，啊，离开专吼、哦，去走路啊，走成功，走去中国，哦，甘大西。啊，甘大西为什么叫做大西呢？因为伊人吼、哦，迄、那个真有力啦。啊，迄、那个庙有一只西哦，石西吼、哦，伊安尼破掉吼，安尼行庙一人。啊，大家讲啊，你这来这么大，敢那大西嘞？啊，就改名叫甘大西。吼、哦，甘大西是安尼吼。啊，伊走去中国，到蒙古到中国厦门。啊，一个林海王吼，嘛赶快的反抗日本的统治，吼、哦，所以假拢是今仔日讲的拢是在反抗日本的统治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再个衰败，吼、哦，林立祥吼不幸哦死亡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林海王在1901年3月嘛向抓去处死刑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甘大西。用处死刑，但是甘大西去用处死刑是安怎样？伊走去中国，啊，中国不啊，日本甲满清政府讲，你爱甲掠甘大西来，都该掠得甘大西来。啊，满清政府掠甘大西，甘大西讲，我是满清国的人，啊，你奈个掠我要送去台湾，要怎样？哦，我都过去甲日本人战100场以上哦，啊，奈会使安尼？啊，但是。完全政府都无管啦，该抓起啊，该送去台湾啊，所以甘大西就死在台湾的监狱，台北监狱。甘大西去用押回来台湾，1900年2月，吼、哦，完全政府在福建省，吼、哦，抓到伊逮捕到甘大西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3月11日，予引渡到个台北，在台北地方伊判死刑，吼、哦，第二到三月二九，全体绞刑于台北监狱内底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迄个时阵吼、哦，有一个诗人吼、哦，就做一首诗吼、哦，痛觉英雄力学时吼、哦，海潮山拥细脚离啊。他念国史传忠义，莫忘台湾捡大事。卖袂记台湾的甘大西，吼、哦。这啊，这张相片吼，迄、哦那个时阵拄啊有开始有相片啊，翕相了吼，差不多1900年左右啦吼、哦，啊
爱要事情哦，用掠去哦，啊，翕几张相，所以这真真珍贵的一张照片，该来晒。啊，即卖爱讲一项代志，大家可能拢唔知影孙中山革命甲台湾的关系。啊，来孙中山来台湾过那边是为虾米来台湾？哦，孙中山来台湾的代志，因为日本人哦。把就向去迄个福建省，想要福建省独吞呐、啊，要独吞福建省，所以签甲满清签一个契约，叫做《福建省不割让条约》。哦，你福建省袂使割让哦，联络一个外国。哦，伊阵是欧洲的国家，美国哦，兼美国啊，什么苏联嘛有哦，啊日本嘛有哦，啊且。你袂使挂，袂你袂使把福建省挂给别人啊！你什么意思？就是我这当我来提啦吼、哦。啊，这引起吼注意，因为日本是要直染福建的前奏，所以签这个叫做《福建省不割让条约》。哦，啊，这边这个吼是儿玉源太郎，这儿玉源太郎吼。这是第四，啊，这是后藤新平，吼、哦，伊个民政局长，就是等于讲丞相啦，吼、哦，民政局长。啊，这儿玉源太郎哦，去，那个日俄战争，1905年日俄战争的时候去东北指挥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后藤新平哦，专大部分的代志，后藤新。后藤新平拢在做，啊，1900年，吼、哦，就他们福建省哦设立一个叫做对岸事务挂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，对岸事务挂哦，就是讲我给他们一个设一个公司，哦，啊个他们厦门哦开银行。台湾银行哦，他们厦门哦开银行哦，台湾银行哦，他们厦门开设分行了哈，哦，啊，迄、那个邦桥的林家林维源呐哈，哈、哦，联络这个林维源，林维源就是邦桥林家哈，哦，啊，伊他们也准备一挂钱啊，一挂人，哈、哦，啊，要创啥呢？日本人在厦门准备这些东西要送给你、啊、这是 林维源的相片、哦、1900年刚好发生八国联军的事情、啊、大家、哦、有发生了义和团、哦啊、这八国联军的军队都总两万名、啊、这两万名为何来是不是为八国来对给来不是，拢是伫中国内底，吼、哦，诶，外国军队拢做两万名，啊，这两万名全哦，全呢全拍去北京，吼、哦，先7个就是占天津，这两万名去个天津，啊，8个就是占着北京，啊，其实占北京干了2000人去了呀，都占着北京了，哦，所以。所以哦，你看迄个清朝看越南就对了吼，哦，日本人内阁总理大臣迄阵叫做山县有朋吼，吼、哦、啊，以啊陆军大臣桂太郎啊哈，第四任台湾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吼。哦啊，跟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四人哦，定出一个计一个事件，哦，这个事件交予儿玉源太郎台湾总督第四任总督跟后藤新平来执行。啊，这个事件是什么事件呢？哦，哦，这个事件就是讲要创一个。借口要出兵去厦门，吼、哦！啊，当时呢，义和团哦，
义和团结的活动哦，是干那限制在中国北部来尔哦。啊，本身政府也真防范啦吼，惊南部也会出这个问题啦吼。哦，啊，这个时阵日本人佫对中国下压力，讲一寡台湾人，你也家掠来哦，啊都。加这堆啊，贼名要求引渡，哦，接着三线友朋啦，哈，三线友朋迄阵做首相，哈，哦，啊，八月二三，儿玉元太郎都命令，哦，伊个军队步兵一大堆，炮兵两中堆。哦，工兵一中队配合第厦门港外的日本核潜舰，哦，待命，随时你爱去甲拍厦门，哦，随时要拍厦门哈。啊，这个八月二四，透早凌晨零时三十分，第厦门有一个日本庙，叫做东本院寺。东本院士是在日本很出名的一个寺庙，啊，但是在厦门啊起一间，啊起一间，这间庙在钓着火灾，哦，啊日本人就讲，哦，这里中国人家放火，啊，我要出兵，要来保护我的侨民，吼、哦，啊八月二日吼，就以这后藤新平为台湾就派兵出来了。啊！日本军的大队咧嘛，为鸡笼港出发来到厦门，八月三十，吼、哦，伊想讲一到了第三十是对清国讲吼，厦、哦、门的东本院士诶，迄就是你中国的报民吼、哦，甲向日本攻击，这是做借口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。发出最后通牒，并预估会遭到拒绝，准备的三十一日早起五点展开行动，就是讲，伊要找一个理由要来打中国的厦门，吼、哦，福建要规个拢要来加来，啊，要安怎代志，就是制造一个事端，东本院士去用害羞，吼、哦，诶，这个代志，啊，东本院士开始去用羞伊，吼、哦，但是羞伊的时阵哦。有人看到诶，内底两个和尚哦，甲苏联的物件搬出来，哦，要未害羞，以前家己苏联的物件先搬出来外口，啊，才放害羞，啊，是你家己放害羞的嘛？你唔知怎样讲，你虾米物件较贵重啊？苏联的物件放出来嘛？吼、哦，啊，但这个时阵吼，双俄、俄国，吼、哦、啊。伊知影讲，这是日本的借口啦，火灾是一个借口啦，吼、哦，要占厦门福建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英国、美国、法国、苏联哦，拢要派军队到厦门，准备讲，你若要占厦门哦，我要甲你下一个，这引起国际的纠纷呐，吼、哦，啊，中国人拢推人拢那么遐，唔代表互相占，拢无要紧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准备要前进，带有不惜一战的态度。啊，这项代志哦，这项代志哦，日本的外务大臣知影，都较紧要去通知日本明治天皇。啊，伊要通知明治天皇，伊暗时十点要安怎去跟明治天皇见面？哦，所以拜托哦，前任首相哦，这个伊藤博文哦，暗时十点去跟这个。甲这个明治天皇报告这样代志，啊，明治天皇讲安尼好，咱卖出兵去占这个厦门啦，吼，好，啊，转哦，下一个命令，随电报拍来台湾，吼，儿玉元太郎，哦，甲派出去兵收倒转来，哦，儿玉元太郎，这日本的第四任的台湾总督哦，
真无愿意，但是嘛是执行这个命令，把这军队撤倒转来。吼、哦，啊，撤倒转来，啊，伊讲啊，我要辞职啦。吼、哦，而袁太郎讲我袂做，我要是台湾总督的这个位，但是日本政府给安慰，吼、哦，所以无辞啦。啊！但是你知影这项代志哦，甲孙中山有关联哦。孙中山看到迄、那个，看到这个厦门事件是一个良机啦，所以伊化名叫做教宗，来台湾甲台湾总督儿玉元太郎订立密约。这个密约是虾米密约呢？哦，台湾总督援助中国革命为交换条件，伊要革命，哦啊，做条件，啊，表示 M 会使互你管啦，互你占无要紧啦，但是你爱甲帮助我来个清国吼、哦，来个革命啦吼、哦，所以这项代志吼，这是真闹鬼的代志啦吼，哦，可以把 M 委托于日本人之手，这可能吼、哦，咱的历史拢无写啦。那我讲孙中山出卖中国的利益，吼、哦、啊！但这是事实，因为这个、我去查这个藤井深山的迄个孙文研究，吼、哦，1966年第32页，吼、哦，都下这个物件，这咪是我创造的，吼、哦，就是个孙文出卖家己国家，吼、哦，啊，甲外国勾结，吼、哦，啊，要来做革命。这是啊，这是叫做惠州起义啊，吼、哦，惠州之役啊。啊，这里接下来孙文的、啊、哈，孙中山的、啊、哈，好、哦，这是惠州起义哈、啊。啊，但是这样代志哦，孙文在台湾休42天，啊，42天的时间哦，日本政坛哦发生变化。他多少讲诶，迄个后藤新平即、這个儿玉元太郎哦下台，哦啊，即、這个日本的首相下台，哦啊，换旧的首相背起，换旧的首相哦。背起来，这是，咱来看头前啊。换伊藤博文阁背起来，伊藤博文大家拢较清楚吼、哦。伊藤博文本迄、那个在中日战争的时阵吼、哦，伊就出兵啦吼，啊，换伊阁背起来吼。哦啊！但是这个日本的迄个天皇哦，命令伊藤博文吼、哦、做内阁，吼、哦、啊！本来是三线友朋嘛，吼、哦、三线友朋做中首相嘛，吼、哦、两个有过节啦，吼、哦、所以这两个个这伊藤博文个再次阻隔，对讲。做个首相啊，提落来啊，但即马过一遍吼、哦，啊，但是9月28日吼、哦，即、這个孙文指示哦，中国的迄个革命志士哦，就在广东省哦发动军事起义啊、哦，就是怕惠州这惠州事件哦，惠州起义。啊，伊藤博文哦。命令台湾的总督爱甲这个不使交代的这个孙中山，啊、所以孙中山无受到这个日本的欢迎，转出去。啊，当然这惠州起义嘛失败，啊，严令孙文离开日本人统治的台湾呐，哈、啊。啊，是结果，
解散革命军啊，为时已晚，满清的军队来打来哈，啊，郑思良逃亡香港，啊，日本人一个日本人上田良政哦，和清军抓到台死。这是儿玉元太郎哈，这第四任的台湾总督。啊，伊为了这个事件哦，写一本书哦，叫做《厦门事件始末》哦，及对岸将来之政策的备忘录。所以他都有在讲哦，甘大师啊，顶顶的人哦，去清国的人抓到啊，上登来台湾啊，处死啊，这代志啊，这是郑思良啊，这是惠州起义失败啊，这是中央差一个1990年的代志，这在厦门发生的代志，这样代志。在中国的历史书哦，大概拢无写啦，哦，啊，日本统治台湾51年中间哦，有一个所在叫做铁国山，哦，铁国山哦，日本方面哦，调集两三师团的兵力啦，一师哦，差不多10000人左右啦，哈。啊，三师就30000人，30000人要去打这个铁国山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个是铁国山是在云林大平顶，就挖南投的集集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些都是以前哦，就姓瓜的，姓瓜这个瓜，吼、哦，吼，柯氏的一个家族，哦，的所在了。啊，做抗日基地，啊，啊，这抗日英雄有真侪人吼，啊，啊，甘义啦吼，这又称9000岁啦吼，要不要万岁啦吼，啊，啊，时间吼，6年2个月，时间6年2个月，在日本统治台湾时间来6年2个月。一个有人在反抗日本人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啊，改元天运，就是讲，一不复清朝啊啦，独立口号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是这1895年跟日本人战争，1896年也跟战争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这乃战争啦，吼、哦，啊。日本兵在6月16到23哈、哦，有一个在云林有一个大屠杀，叫做云林大屠杀哈，看到人都杀了哈，哦，云林大屠杀。啊，一个在到了后，真勇敢的战争啦哈，跟日本人。这是最近的相片啦，哈！这是在云林高崎乡吼，铁国山高崎即嘛是出名，是咖啡啦，哈、哦！咖啡哈、哦，啊，这铁国山哈、哦，就是在迄个所在，云林。7月初二，铁国山义民军围攻南投。和日本军哦，真危险。7月初三也战，7月初四也战。哦，啊，战到安尼来的时阵哦，日本人就开始用这个高显荣、辜显荣，哦，伊所编的迄个别动的，就是讲保甲壮丁团哦，哦，找到张丁团来抬这个铁国山的人，但是辜显荣的别动队吼、哦，哦，这个、保甲壮丁团哦，结果看到这个日本人在大台台湾人的时阵哦，这个台湾意识就产生，转清
亚洲头起来为日本军开火，甲日本人相战，和日本军哦前后受敌，哦，这是一件真，迄、那个顾显荣拢想袂到的代志，伊的军队专背叛伊，专打日本人。分林大刀山哦，这是第日本第二旅团哦，第六月十六到六月二十三哦，第分林的所在哦，伊讲分林辖下无良民，第分林关拢无好人啦哦啊，所以修民房哦，4925间哦啊，百姓有30000名，超过30000名。无端被杀了，无理由去用台死啊！哈，分林大屠杀是安尼，啊，这是红台的人的迄个头壳骨吼，安尼个捡作对吼，哦，一种。所以日本的来怕摕到台湾吼，并无爽快。遇到真多代志，哦，第三林中毒，哦，是乃木希典，乃木希典对岸的哦，伊叫民政局长哦，水野尊哦，分析，水野尊哦，大部分的官哦，因为乃木希典来台湾哦，两个月啊，就走登去日本啊，哦。啊，所以政策上改用怀柔政策，哦，啊，运用郭先生所领导的亲日派，先跟替国山有关的人临时讲，哦，啊，再向替国山移民军展开招降，哦，啊，真侪迄落廖别啊，哦，陈少年等御用绅士加入游说团。按内部西点吼，伊都做一个制度，叫做三段警备。上困难的所在吼，军队，吼，啊安定的所在警察，吼，啊中间就警察个个兵啊拢有啦吼。这三段警制度，但这个制度吼，要求后藤新兵该改一下，因为这唔对，因为军队吼要对付做代志哦，无迄个警察的迄个手腕，哦，替国山的首领有一个叫简易，对日本导航，哦，啊，这个乃木中毒刚是一个真好的消息。哦，啊，顾显荣本来伊个军队来背叛迄个日本人哦，这代志啊，专按准都好无该记掉的，哦，啊，这个郭先生要争取上路的专卖权哦，嘛好啦，啊，这个也合理啦，吼，哦，你安尼嘛有功劳啦，来想你啊，吼，哦，啊，替国山吼。哦内底首领就是瓜剃，啊叫做瓜剃后，哦，予人推做台湾替国山总统，那么一个总统啊，姓瓜的咧，哦，啊对抗日本到底，吼，哦，吼，哦，啊改元天运。啊嘛，写一挂檄文呐，啊，檄文就是讲，我要跟你修建哦，一个公开的文章哈，哦，檄文，啊，檄文，哦，奉天承运啊，等等哈，哦，这免念了哈，这等这是为台湾文献委员会、台湾省通志抄来的。但是哈，哦，日本人来占着台湾了，怎啊就替国山就占袂落吼？占袂落就硬要去来占，吼，
你要来讲哦，这都是乃木希典哦，乃木希典哦，都这个这块呢强烈的意思。因乃木希典在发生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哦，强强要去占什么？一零八高地是吧？哦，因两个囝拢死去，拢死在这个战争中间哦，啊，伊嘛去占。啊，赶快！这个态度哦，对铁骨刷工，你三日来对多噶？那有优势的炮兵啊，优势的军队，优势的枪支，那三日你就噶攻起来，铁骨刷大赛哦。伊讲命令三日攻占铁骨刷哦。伊讲我这么大的将军闹西，那么台湾哦，中部失去民主。啊，转，但是哦，伊第十二个十二就开始攻击啊，吼，啊，攻击哦，伊实际上用三天也无法度接近铁骨山，卖讲占领了，连挖都也无法度挖，哦，啊，所以调派搁较侪军队来，第二个。第十四天哦，伊命令了的第十四天哦，为台中诶迄落增援部队来啊，吼，吼，啊来重演哦，接着重演1905年哦，1905年零五战争中间吼，伊要占203高地吼，牺牲了50000名的日本兵吼，共款迄个太多了，吼。因为要滴个啦吼，啊，瓜地哦，个叫瓜地吼，通过各种的方式吼，该缠斗。过了25日，过25日就是吼，日本军休困的时候，日本军摸黑到个日本的军营吼，啊，全点么军营都该抬嘞吼。午夜中开枪射击，啊！日本人看我个敌人哦，全营哦立刻惊醒，哦，对着山区乱轰乱开炮，折腾了一日，哦，所以日本军哦足艰苦的。第啊，这个瓜地怎讲？伊那有铁骨山哦。是对，真歹对付日本人。日本人都你有一个目标嘛，对吧？所以，伊要甲暂时要甲铁骨山送给日本人，吼、哦。所以化整为零，吼、哦，啊，就退入去深山中，吼、哦，一待东山再起，吼、哦。但是，伊要退走的时阵哦，甲黑腰吼，藏得多，藏得多，藏得多，藏得真侪位，吼、哦。啊，要几点要爆炸？几点要爆炸？哦，规阵要爆炸，拢创个好势，啊，人得走。哦，啊，经过25天的血战，哦，日本军占着铁骨山，但是3点钟久了后，哦，瓜地，哎，听着铁骨山，哇，炮声巨响了，爆炸了。哦，啊，就是日本军去占的人哦，结果这个黑腰帮爆炸哦，啊，唔知死偌济人，嘛唔知啊，哈。这所以讲，这是这瓜地后诶政策个哈，这大概是今麦最近翕的这个瓜地后的铁骨山的图片哈。啊，这是这张相片是瓜地后的老爸哦，70岁哦。啊，瓜地后的妾，哇，还佫娶20岁查某。啊，个银幕，这个银幕，啊，这20岁，啊，70岁娶20岁，啊，即嘛，这个山区有日本人占去，日本人占去了，但是你迄补给线真长嘛，吼，啊，这个瓜地后头是中间都该出兵，该你攻占，该攻占，哎，日本人哦。受不了，哦，不久哦，日军就悄悄撤出，
虽然铁骨砖可以占着，但是你无法度通保持嘛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悄悄的撤出吼、哦，所以以这个瓜地后因吼，用个游击战来取代正面作战，伊不爱用个正面作战，因为咱的武力输日本军输点点嘛，吼、哦。啊，刷落就是讲，伊各队吼，诶，游击战，吼，1896甲1897两年中间哦，真侪大大小小游击战伫中部，吼，啊，发生诶，就是宪兵屯所还是警察局，吼，伊就去拍一挂，啊，拍一挂有啥物作用？就是你内底有武器，就迅速个抢起来，啊，补充自己的弹药。哦，啊，伫即个1897年，一个黄龙大交赛，哦，抗日志士遣返家己供电装，甲日军打游击，哦，啊等等的，即拍真侪所在啦。南投伫新厝袭击李南的宪兵屯所，哦，啊嘛袭击斗六。啊，遮拍遐拍哦，咱免念啦。但是你知讲，日本宪兵哦，多人被击毙，真侪人去用台死，哦。啊，去攻击哦，六甲、板布树哦等，啊，佮攻击园林、皮阿寮哦等等哦。啊，第十一个铁骨山公李林路口的派出所，八名警察去用拍死，哦。所以因哦，因都买酒哦，都离开铁骨山，伫哪来的迄个出口山呐、啊？哦，这所在哦，佫组织起来，哦。啊！日本人的做法就是讲哦，运用亲日的代干，吼、哦，我招抚啦、正平啦、户口调查吼、哦，来给你作对了吼、哦，啊，配合国民党的连装保甲法，啊、哦，就是连装保甲法，就是讲这个砖头吼，然后一个人犯罪吼，啊，规砖的人拢爱变作有犯罪了吼。哦瓜地集合600个人，日本就知影有消息了，日本都有消息了哈、哦。啊，日本的骑兵队啦、工兵队啦、宪兵哦、喔，再度进攻这个瓜地所占的出口山哈、哦。啊，出口山的位置就第一大了哈。哦加德神顶啦，吼，加鹿谷乡啦，吼。在还未接触到敌人的部队的时候，因为日本军的大炮伫咧乱弄一边吼，都已经有56名的迄、那个。移民军哦受伤啊啦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瓜地哦，好、哦，全放弃了这个拿来出口山的移民军的机队，哦，卖你病，我袂病，我无要甲你病，哦，到个1898年一个，好、哦，啊，搁第一个所在叫。大安庄，哦，建立基地，哦，啊，日本人我知影就这情报，专哦，专做派兵来给讲，啊，这边的进攻哦，日本兵有23名的
兵伤亡吼，但是你若有一个基地的时候，日本兵就来啊，所以瓜地啊放弃这物件啊啊，所以我国游击战打游击，深藏在民间，所以台湾人是不是真伟大啊？中国人都无话你咧吼，吼、哦，深藏在民间哦，啊，敲锣打鼓啊，都集合起来，哦，要拍日本人的部队都集合起来，哦，好、哦，日本人哦，不管日时啊、暗时拢唔敢出面出去啊，吼、哦，哦，啊，一有警讯，日本军警疲于奔命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像哦。手无寸铁，无辜的民众报复，啊，所以民众更加抗日。哦，这是在讲这个战争的所在哈。啊，即马话迄个后藤新平出来，哈、哦，后藤新平哦，甲这个儿玉源太郎第四任的这个总统哦。以前都认识啊，是吼。啊，伊即后藤新平哦，是即个岩手县人，哦，啊，读医学校，啊，去伫德国留学，吼、哦，啊嘛做过议员，吼、哦，啊，1906年南满铁路首任总裁，南满铁路的就是、中国吼、哦，中国的迄个东北吼、哦、有南满铁路吼、哦，1898年离开。来台湾做第四任诶总督诶民政局长，哦，啊，伊有一个贡献啦，我鸦片哈，鸦片令，因为台湾人食鸦片，啊，这鸦片哦，即卖台湾人伫安尼这样反抗日本兵诶时阵哦，啊，你要安怎处理？要安怎处理？伊讲渐进，渐渐进，先公布食鸦片的人来登记，那登记我都用个公告价格卖你，哦，啊你会使食，啊剩咧无食鸦片的人袂使食，哦，啊即马鸦片食鸦片的人死一个都减一名，啊那死个有几只种拢死个拢完啊都 OK 啊嘛，啊都鸦片都禁止啊嘛，这是鸦片渐进。渐进论的哈，哦啊，所以伊就发表这个台湾鸦片令啊哈，这是台湾特有的一种制度。鸦片哦，虽然是歹啊，但是你唔敢去禁，你若去禁落去哦，国较侪人来反对日本人，而唔敢。啊，这就是后藤新平。啊，这鸦片啊，鸦片的花开个足水的，啊，这是食鸦片的所在。啊，那有的通开落去，啊，就较紧开食。哦，啊，大家拢在食，啊，这在你清朝的衫嘛，吼。啊，这鸦片哦，迄个专卖权哦。和这个郭英宁、顾显荣都是今嘛中国信托的后代哈，在掌握嘛哈，哦，啊，顾显荣嘛有伊的优点，顾显荣，这个在日本时代结束了哦。伊个囝就辜振甫吼，叫国民党掠去关嘛吼，啊不就安怎解决？拿钱哦，很接近啦吼，伊摕出来一张批啦吼，迄张批是蒋介石吼，感谢辜显荣吼，感支持吼，
蒋介石也就感谢函啦。哦，啊，恁头的都甲感谢，啊，你来甲掠去关。哦，啊，所以才给放出来。所以这人个办代志哦，拢有策略的办，毋是讲今日拄着了，特别送红包，哦。啊，尔虞元太郎哦，日俄战争转走去中国东北啊，转这个缺席啦吼，啊，所以真侪代志拢是后藤新平来得做。啊，后藤新平，吼，哦，啊，这吼井罗丸，这是什么叫井罗丸？就小巴都听得到。啊，这里罗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就是苏联，罗西啊，就是这里罗啦。啊，前罗湾就是讲，迄阵哦要去甲苏联战争的时阵，在中国东北吼、哦，这日本军队吼、哦，迄个身体吼、哦，定来派去吼、哦，定来啊，虽然肠胃定来无好，啊，都爱食这个前罗湾。啊，所以到个即阵哦，这前罗湾嘛是还搁得用。啊，后藤新平有一个理论吼，伊讲哦，台湾人吼、哦，你袂使用过过去用过中国的方法，还是用过其他的方法来处理。台湾人真特殊，爱用过台湾人的方法。吼、哦，伊讲，譬如比目鱼，虾米叫做比目鱼？伊讲，这种鱼吼、哦，目睭吼生一边，咪是生两边，鱼唔多安尼。哦，啊，这边一个目睭，啊，这边一个目睭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伊拢生共边，这叫做比目鱼，吼、哦，啊，我有相片通哦，大家看，你看未？这两个目睭是不是生共边？啊，为什么呢？生的共边？因为这边看鱼是在海底，另外一边哦，在海底啊，所以伊要看电脑都好啊。啊，比目鱼，这边嘛是，啊，这你就看这是海底嘛，哈、啊。伊讲我们要治理台湾哦，爱有台湾的方法，哦、啊，所以用。鸦片渐进论，哦，啊，所以日本政府该赞成，哦，阿玛去做一个台湾旧惯调查，要安怎管台湾人，无遐简单，先爱调查台湾人的习惯，哦，旧惯调查，这本书即摆嘛也阁找着，哦，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，哈、哦，进行。台湾人的调查啦吼，哦，所以调查的结果，吼、哦，因发现就讲讲事实，哦，台湾人有两种，吼、哦，一种就是长山人，啊，一种就是本土台湾人，甲即阵的理论同款，咱即话叫做 People of Taiwan， 本土台湾人，啊，甲中国人，吼、哦。住在台湾顶头上的人吼，吼啊，长沙人爱钱、惊死、搁爱面水，吼啊，台湾人都得过道菜都甲你食，吼。哦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得过道菜都，咱有讲到迄、那个头一个登陆台湾的日本的。诶，这个军队哈、哦，而北白川宫能久哈、哦，青龙哦，哦，靠个台南去了，台湾人台戏，啊，再去一个台湾新社地，即卖印刷饭店，哦，哦，所以这个后藤新平哦，
知影即台湾的习惯了后，伊发现到过去做唔到代志是伫倒位，过去做唔到代志，就是讲吼，头一日咪首相来个台北吼，了甲一间孔子庙吼，吼拆起，迄阵才起十四年的个孔子庙，伫即个即卖一路中甲顶欢迎者吼，一间孔子庙拆起。伊讲要管即个中国人吼、哦，爱用孔子来管，吼、哦、啊，你若无提孔子来管吼、哦，真歹管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伊发现了即个事实的吼、哦。一定即个法律了，1899年吼，互、哦、人掠去处死1023人，吼、哦。啊，到1902年，五年时间吼，被处死的土匪23000人。哦，啊，这就讲孔子的影响力。哦，第旧观调查就讲哦，指出清国奴的弱点。清国奴叫做强国奴。怕死爱钱又爱民主、哦啊、所以说怕死爱钱爱民主是对士绅阶层而言的、哦、就是长山人啦、啊、还有这个廖伯仔的、哦、但是对台湾这群土匪、哦、都不怕死、哦哦啊、用个民族意识来抵抗、哦，所以爱知影讲啊，这台湾人的特性吼、哦，就是安尼啊，所以伊就知影讲安怎来个治理台湾，哦，就是利用伊的弱点，假使爱钱爱民主做出发点，哦，啊来应付这个台湾，哦，啊，咱今仔日安尼讲到这安尼一个段落哈、哦，感谢各位，大家好，起立。